来，大家哦，这样会通读起，啊那无，我放上头安尼弹落去哦，大家无彩的人才怪。 奇怪，咱拢无人要插咱，今日是这么神圣，这么伟大的日子，竟然无人要甲我赞助。哼，去看卖嘞。哼，你都搞啥物啊？你敢提来？你这是啥物来着？明仔给我提来。 今仔是我新看的日子呢，你这人怎态度对待我？哈、啊，我平常是做人，敢有这么失败？哈、啊，我敢有这么可怜我？我敢有这么狗话？哎、欸，马姐啊，啊无到底你生活者啊哈？考三，考三，马姐啊。 即摆找的无大人啊，阿东伯啊一个退休，啊你都无地无靠乌爸母，阿东伯啊敢会放心啊？红伯啊，你是唔通袂记得呢？进前个山仔路沟头是我去下个区学的呢，前面个所长哦，佮伊手也同间，迄手铐嘛是我佮扣的呢。阿东伯啊，只是人我边啊甲我出主意啦。 那唔是我妈舅姐的功劳，哪有可能阿东伯啊一退休，我就是我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件代志我会记的。吼、哦，迄杨秀吼有够失德的啦，竟然把三条路沟头等咧西行啊，害我迄阵阵吼，行到拢唔敢变数咧。嘿嘿，你会记就好啊啦。迄个案件会破吼，拢是我妈姐的功劳啦。甲恁讲啦，迄个人哦，真正是头壳趴歹啦。 手工甲头吼，等下下个区内底会当劈死啊！真正是白痴啦！其实这劈死的代志哦，我早就研究过啊。问我就对了。迄若是我哦，我会甲人个头剁落来，甲放咧土内底，甲呆呆起来。过来，提一个大石头，头顶写“立身做三日”，甲靠咧头顶。 嘿，安尼就当劈死啊啦！我听你凊彩讲讲的，啊凊彩摕一个啊石头啊，顶悬写立身做，安尼就当定死啊！啊，那袂话使去，那符啊啦符啊水敢有啥路用？你骗笑的！是讲的。马姐啊，啊你讲完未？你若讲完了，好走啦，我要行去啊啦！拢是你啦！ 我这乱七八糟，今仔我这这部剧唔知要行倒去啊！你这唔食鸡，你莫走，我带我先来吃鸡，还管他他妈的鸡！长言道祸从口出，妈吉不知道他的无心之语将会在这个村子里引起多大的风波。当天晚上。 桥头村果然出事了，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在同一时间发酵。
组合成了桥头村最不平静的一个夜晚。派出所你好，啊？你要报案？啥？你讲啥？人头无去啊！真是气啊啦！哪个一个无头的啦？大哥，这不是你上专门的案件，无你嘛等两步啊，给我头乌一个啊！喂，我是带你来搞考试的哦哈。跟你上啦，别吧！我来，大家都拄着这无头案件啦。哦，说出去啦，啊，行一步算一步啊。哎，借问一下吼，啊，那死者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是咧讲啥啦？讲较大声咧啦，讲较细声，讲鬼听哦。袂，你是阮爸啦！我袂为啥物会死？死才较开心。好啦，我较细声咧啦，要甲惊死哦啊！你莫头会走去倒啦？我唔知影啦。怪事处处有，唯独桥头村特别多。这个难得平静的小村庄又出事了，而且好巧不巧，又是个无头命案，铁定让马吉伤透脑筋，也势必将桥头村卷入一片腥风血雨当中。死者的人头不见了，有多大的恨意逼得凶手必须使出如此惨绝人寰的手段呢？当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无法获得满足时，杀机也将因此而生。贩夫走卒如此，富贵豪门亦是如此。悲剧的发生都包含着相同的元素，到最后您将会为这样的巧合慨叹不已。整个追凶的过程一风突起，状况不断，全村都是嫌疑犯。这次马吉少了阿童伯的带领，是不是还能福星高照的顺利破案呢？让我们等着看马吉如何接招吧。天拢光啊嘞，你会想伤久啊？你紧来甲我讲哦，是啥物人遐甲伊恁某会谈啦？哈？你讲讲，我来困啊。一定是廖姓在抬啦！阿叔，今天做咩弄啦？少年人安尼遐尼袂堪操着，讲。廖姓定啥？伊就是阮遮做临时工的头家啦。哦，伊个人足对个性个呢，对阮遮工人吼无人性啦，搁酷刑啦。阮人阿母，也是讲要用仙人跳甲设计，想袂到，害着阮家己啦。原来每逢茶叶采收的时候，盛德就会雇请临时工来帮忙。那天在茶园里，惊见妩媚风骚的王宝贝，立刻屈前勾搭，想要一亲芳泽。盛德的老婆惠莲早已司空见惯，对他这样的行为却是敢怒不敢言。正当盛德与王宝贝打得火热之际，一个莽汉冲了出来。你这畜生！下来！
公道白净，你两个这就袂见小弟，你敢知影？我见小弟。啊，就一头就野妹，啊，头家看我老倌，伊帮我试官尔。是啊，伊甲你试官，吼、哦，你着这样凊彩回去咯。我要借人望的心，啊！哇，讲着你啦，你安尼给人吃豆腐，你敢不知影介绍？哦，佮结出来一种真香小表情啊！我难就热啦，哎呦，热啦，热啦！呸！你观众无搞肯定干啥事？哎，对一个遐尼啊无用的翁哦，下晡若无对人走，就算真偷笑啊！啊，佮佮直接唱秋。再讲，恁某生甲遐尼啊水啦，啊，搁对你一家呢做遐尼啊艰苦的佚头啦，只要是查甫人哦，看到拢会唔甘啦，对不，宝贝？我兄弟，你莫继续你是头家吼，我都唔敢甲咱做吼。啊，不，你即摆是安那？好大你来啊，哈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袂记你家己的身份啊！你是我请来临时工啦，恁爸若袂爽，我会当叫你随走啦，有听无？你死就死嘛！哈，你叫什么惊你哦？你敢跟恁爸怕？我准备让你死的！你让你死！别怕，别怕！别怕！别怕！外头吹死小，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对啦，你是创啥？我的好代志弄个破了了，你知影无？破坏你甲迄只猪哥的好代志是毋？你是要白讲啥啦？我是看头家吼对我有意思，啊，我是讲趁这个机会为伊身上敲一打油，然后咱唔早好日子通啊过。我拄只哈嘛要成功啊，等你甲看啦，即摆拢破坏了了啊！咁就是安尼。慧慧，要不你总讲我钱啊遮尔啊晓哦，清清菜菜就要人诱拐，等你甲看啦，即摆变到安尼啦，咱以后生活啥物啊过啦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想一个上紧的办法。我想到啊，伊唔讲，哎、欸，好心的，你一定陪我做戏哦，吼、哦，多困。卡细啦，你来听啦。是的啦。好、哦，妹妹，愈看愈看愈大胆啦，我看到你，我就讨厌。你家死死就好啦，莫打扰伊只插巴啦，叫你等有听的无啦。赶紧的啦。嗯，咱是准备看戏了啦，要唔去做戏了？紧啦！哦，这爱不是？伊这小查某啊，哈！你就是恁爸原谅你是唔？哈！回去吼，我要跟你办离婚啦！哼！哎呦，夭寿哦！啊，伊竟然这么凶啊，来给你扒落去！好啊！侬卖去阿做着，我替你退退我这个公道！哈！笑笑笑笑！你要对安那吼，拢无关我的代志啦，我即马。甲已经无任何关系啊啦，也毋过我头路已经无啊，那安尼我还想还是要安那啦？啊！好，好啦好啦，卖哭卖哭哦！哎呦，你放心啦，啊有我伫咧，你得惊无石头通做，我避免你腰巴肚的啦。真实啊！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那安尼吼，伊嘛，就伊嘛，我吼趁早就在伫厝等你，你一定爱去哦。哦，我一定来，我一定来。好，就来讲定啦。听你安尼讲哦，迄个廖姓弟确实有嫌疑啦。好，我会去调查啦。安尼啦，你先回去啦，啊，毋过随时哦，我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。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什么代志啊？我是恁这区的巡佐，我叫做马志，我即摆调查一件案件，希望你会当甲我配合。案件？什么案件？你是不是熟悉王宝贝？哦，宝贝哦，哦，你伫讲伊哦，啊是安怎样啦？你昨暝是毋是甲伊有约？伊昨暝死伫咧厝诶，有人指认讲是你将伊刣死诶。
你是唔通胡白乱讲话哈、啊？我是甲伊有约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我也无去啊，是谁安尼胡白甲我诬赖啦？白惨，你明明都去哦，伊会安会当做证，讲你甲因某杀死啊？啊，讲你是安要甲杀死啊？吼、哦，伊只小狗真正有够胡白乱吠的呢，警察大人啊，我甲你讲啦。伊哦，我前几落天就甲石头路啊啦，伊是要超过去甲我诬赖啦，我也无去啊，因某死甲我什么期待？好，那安尼我问你，你昨暗人伫倒位啊？啊，阮某倒去后头厝啦，我昨暝哦送伊去坐车了后，我就倒来睏啊啦。啊，几落去厝边伫阮这大口埕遮哦，惊奇啦，喊甲大细声啦，吵到我拢袂睏哩。啊，恁会当去阿问啊，因会当证明我昨暝拢无出去啦。啊！你若是要背迄只小狗安尼乌白乱背吼，就要来诬赖我，真歹势啦！我无迄个时间通陪恁佚佗啦。我代志。吼，什么态度啊？心虚，一定是用手。经过马吉的一一查证，廖盛德所提出的不在场证明，从邻居口中果然获得证实。于是廖盛德涉案程度大减。另一方面，警方根据地缘关系，在几处可疑的地点进行搜索，但就是找不到宝贝的头颅，使得这件扑朔迷离的命案显得更加诡谲。宝贝命案陷入焦灼，让初次独挑大梁的玛吉伤透脑筋。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下，他决定学阿童伯的办案方式。李先生，啊，阮师傅阿东伯吼，算起来嘛，甲你有交情啊。啊，我是伊的徒弟啊，啊，你当然吼，嘛要稍靠照顾一下。啊，搁再讲啊，所有的神内底吼，我上尊敬、上尊敬的啊，啊，就是你啊。啊，你较巧啦，我问你一个吼，上简单的问题，你甲我讲吼，啊，廖圣德伊是毋是凶手啊？马子啊，你嘛较拜托伊。啊！恁警察拢免做代志，都来庙下拜拜、跋杯，啊，就会破案了，吼！啊，规矩哦，你的裤衫的迄块牌啊，拔过来我挂，我就甲你讲凶手是啥啦。王伯啊，你莫哪乱啦，去顾你的庙啊啦。少年人，哼！少年人安怎？漂皮，哼！老实，过意。嘿嘿，李先生，请你哦，只是一个金杯给我，哈？茶杯呢？茶杯啊啦？无啦，迄神作有指示，茶杯，迄是足不容易才搬得到的呢。茶杯，哈？你搁真正唔知影讲啦，咱少年人咧，咱是警察咧，警察上基本的啥，你知无？我讲你听哦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啦。你连这基本的都唔办，做啥警察啦？你实在是低咧，哈！我甲你解释啦，徛背一锤啥子？叫咱徛哦，爱公平正大，科学办案。你唔啥？你基本唔办，你哦，徛啦！歹势哦，你吵啥？谁讲我咧困啊？我是咧用脑啦，思考，哈，啊话甲大细声，啥物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我有证据哦，咱证明是廖信德杀死阮某凶手啦。我今日出来摒扫时阵哦，就发现了这个皮包啊，一定是杀死阮某时哦，咱是同胎啊。哟，好啊。看你搁走去倒去，有证据啊吼！哦，你真正做搞的呢！啊，这证据即摆你搁找到啊！有了这个重大的证物，玛吉立刻申请逮捕令，将廖盛德逮捕归案。这个背包是我在现场发现的啦，你看嘛是不是你的啦？
真是我的爸爸。你还阁要辩解？经过我妈子详细调查，你是下晡四五点钟在厝内底，啊，王宝贝的头是暗时啊十点叫我冻落。虽然你有厝边隔壁替你做无在场的证明啦，啊，不过谁知影你从中午的时间有位后门偷选出去，去犯案无？啊？这个皮包啊，都是上好的证据。哎呦，啊，我的皮包就去予这女的偷摕去，啊，我要哪知影皮包哪会伫王宝贝因家啦？安尼你讲，迄个贼仔是凶手是？对，一定是伊啦。着你的头啦，哈！凊彩讲一个人哦，就要叫我相信哦，啊？贼仔嘞，你抓出来我看啊，过头呢，你。你手的上文位就来。哎呦，这去有鸟叫的啦！鸟啊叫的，我看哦，这根本就是你台王宝贝想去予伊叫的啦。讲，头台在倒位？你莫阁冤枉我好无？啊，我若无杀人，是要倒去杀阿头啦？还阁不承认啊？啊？挂挂挂！真不错。哈哈哈！了胜利，你知影死的。老乔。这报告头顶写讲，伊就是凶手啊！不是大，死者指甲旁内底皮有油啊，不是廖姓弟的啊！人都不是我杀，来，紧来，给我扫开，紧！开开你的头啦！你还没破案以前哦，你还阁有嫌疑啦，哈！我现在关监哦，等破案以后才放你出来啦。对啊，阿三，是阿瑞，好，警察大人啦，啊，人都不是我杀，你安尼搞有哪有意思啦？阿瑞啦，是，来，慢慢再混合，再走，过来，警察大人，人都不是我杀啦，你别再过来。花，啊花大声要创啊？要看吼，去甲法官画咧。水好，又搁要破案啦，考生妈钱来就巧。行。啊！这是什么物件啦？我给你倒三缸，好不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多谢，小姐。你做人真正有够好。小姐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啦。鬼啊！莫这尼啊大声啦，这尼暗啊，会共吵着啦。外套。外套早起都已经，外套到底是早起都已经，外套嘞，外套早起都已经，我要穿外套。宝贝的鬼魂徘徊不去，竟在一夜之间将全村所有的头给偷走。村民们人心惶惶，纷纷带着断头的尸体找上妈吉，要他处理此事，并绘声绘影地描述宝贝的无头鬼魂怎样惊吓他们。妈吉被搞得一个头两个大，只好使出他的杀手锏。哦，梁老板，是你啊！我总讲哦，给你泡一个烧茶，来让你止嘴焦啦。妈咧啦，啊拜托你吼，较好心咧，啊甲我讲迄王宝贝头啊，啊看待咧倒位吼，啊无即摆规庄仔头吼，拢捡个乌干咧，无人敢大咧。搁安尼落去哦，我看这裤衫哦，嘛还叫人白伊啦。兄弟啊！阿伯，你啊，我甲你跪啦！你实在有够烦呢，我已经互恁同个要拼到气死啊啦！我甲恁讲过，我无杀人啦，啊，你是要安怎来相信我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卖生气卖生气啦！即杯烧茶哦，啉落去啊，啊，踏踏实，
啊，大大声啊，我给你提来啊。无安尼啦，我甲你换一个吼，较特别，较特别哦，较特别啦吼。小丹姐，小丹姐哦。马吉大爷呐，无得嘞，无得嘞啦，无得。安尼是安怎哈？是扮着人，还是念着人？还是搞到因老母做妾啦？哦，你有够无尊严的呢，做警察做到第一只鬼。那你是要啥？这是我落来的骗保啦。阿辉，你讲你嘛不知啦。帮你出来，无咯，大人啊，我这人的钱吼，拢是帮助一个朋友好人。你去放较侪啦，莫搁关遐久啦。我看你行警察局，该来你行走，哪里啊？哈，搁安尼死性唔改，你加关两工，你好啊，三好个啦。大人啊，这两天什么状态？我行三步啦，你袂使搞到关遐久啦。对。啊！你头拄规划南一波，到底有啥物恶名所在哈？我哪会看吼，都拢感觉是你咧解救呢。啰嗦！林刚才跟你讲，奇怪，啊一点仔线索拢无啦，警察较歹做。大，你大志啊大？不是啦，大，嘿哦。金龟甲廖姓弟在内底哦，差甲最凶的呢。而且哦，廖姓弟佫讲哦，金龟是台死王宝宝的凶手呢。紧的啦，咱佮紧的来看，紧的啦，紧的啦。喂，即摆是无进步啊，啊，你是佮偌济啊？囡仔大弟啦，伊就是甲我偷摕皮包迄个人啦。这把手指哦，是我伫咧做事的时阵哦，我藏伫咧我皮包内底啦。但即马这把手指哦，伫咧身躯边啊，所以哦，王伯伯死台啊，不是我台啊，你干嘛要处理啊？我听你咧放臭屁咧，什么人是我台的？你是哪一个把子看到我台死人？伯伯死，我心情足歹哦，你唔好有人讲，乌白啦，啊！你只伫咧碰屁啦！好，啊，两个拢无台人啦吼。欧翔，李白，哦。兄弟兄，金龟大爷，来手棒，手棒啊，棒手啦，手棒啦，卖安尼啦，大家吼都要亲像兄弟姊妹啊同款啊，卖安尼靠袂着吼，都要生气啦，吼，坐来，坐来，大家好好讲啊，吼，坐来，坐来啦，是，嗯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金龟大，你先讲啦，是安怎圣蝶皮包会落个王宝贝呾？你敢想起啊？无唔对啦，你讲我是有去宝贝因家啦，啊，不过我是要去找上好的啦。恁可能不知影，我是宝贝到底的。我听我甲恁讲，我绝对无杀死伊个啦。啊，不过我知影。可能是什么人给杀死的？迄天的经过情形是安尼啦。我一个人啊，在街仔间四界乱乱踅。突然间，我看到圣德啊，一个人失神失神啊，向我这边行过来。我想讲遐尼啊好的机会啊，这个手啊，搁不知不觉张起来。所以我就假影去予弄着，趁这个机会啊，刷手将伊的皮包啊给整起来。啊！不过我伫皮包仔发现到一个金手指，我想讲啊，这金手指若送去予宝贝啊，伊一定会足欢喜的。我
我亲爱的小宝贝，你是等我等到困起来去啊？嗯，你哪来啊啦？你紧走，今仔我有代志，我无法度甲你招呼，你紧走啊！哎呦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我拄则伫门口甲有看过，银行无伫个啦。咁讲，伊伫房间底哦？无啦，伊伫外面啦，伊无伫个啦，你紧走啦！伫外面，你是咧惊啥啦？哦，对啦，我遮有一卡一根手指吼，你甲看卖咧，有水无？你若想要提这口金手指，你也想我斟者，哈？我就爱。我介意的好，来来来。美人。你是安怎啦？甲平常时啊拢无共，你着提出你平常时甲妖怪迄个妖魔妖，我下暗吼一定互你爽屁屁的啦，哈？来啦。哇！你两个到底从啥啊？原来你讲你人在外口，是伫厝的外口。对啊，要无我哪就直赶去走啊！你真是竟然敢要偷客去啊！原来你打扮妖娇美人，是来阴我查甫吼！喂，你莫讲我这么歹听无？假使你有法度我过好日子，我哪就安尼趁活路啊？加甲你一路吼，这样啊，恁哥这样啊，跋人塞，若是查某人吼，咱有去偷客去啊啦！哎，对啊。你想看卖咧？你无才调，互宝贝过好日子，你总袂用主动伊去选择过好的日子吧？你想看卖咧？买家己个查甫人，拢有才调送伊啥物手指啦、耳钩啦、破链啦，甚至要送伊车呢？你想看卖咧？你敢有才调啊？就是咩？你跟我都安尼，人因哦，我都挽救我啦，对无？金龟，恁两个袂计想搞男女啊？恁爸吼，生一只牛仔狗冻死，才来找一只狗不剩下。你，我，你来错了，你俩够打怕，我就跟你拼命。就传出宝贝王太死的消息了。我想啊，一定是因翁啊，挡袂牢伊这款人人好的个性啊，才甲太死的。哎，啊，若是安尼，你毋较早甲我讲呢？我常常来警察局报道，我讲的话，你敢会相信？啊，若是袂拄好，你将我送去法办，安尼我毋真衰。我就想讲吼，我甲是避较远的，安尼较袂去牵连着啦。啊！唔见阿娘啊！哦，是，出！你搞乜鬼啦？喂，到底是我你大，还是你阮大呀？敢大阿你大细声？行啦，来我屋头啦。再会啦！再会啦！哎，拢无人。哎哎哎，三哥三哥，你这几天有看到财发了无？财发了，伊无伫个啦，伊这几天哦，拢嘛住这庙，无转来啦。我哪会无代步去庙里啊？阿仔，哎，啊你刚才去庙里创啊？哎，这几天哦，听人讲伊看到鬼了，跟他起笑呢。啊，对对对，有问题哦。现在，啊你搞话啊？我嘛是呢，行啊！要行喺度？庙啊啦！行啦，带恁先行哈，先行哈。欧美啊，欧美啊，你有看财发无？伊哦，啊，都困伫个新街桌脚啦。桌脚？啊，无代无志困伫桌脚创啊？你都唔知啊？前几到半暝啊，伊几个人未输个着猴呢，迄手尾裤头六条条，沿路走，沿路画，啊，走位袂回来，迄规身骨写得皮皮刷刷袂出来。嘴骨咧哭哭念啊，讲啥物行到倒位就对到倒位，含去便所嘛对到便所。我看伊人哦，足无对头咧，紧甲收惊，结果嘛无好。哦，多谢啊。
十万，五十万啦！你出来，我有问题要问你啊！我袂，我袂来，你紧去赶我走啦！我挡袂住我啦！我袂，我。迄你某呢？你也行到安尼啊？我宝贝哟，我实在足可怕呢，连我困伫咧身度吼，伊拢知影啦，伊就要偷我伊个龙头啦，我会惊啦，唔卖啦，你紧甲赶我走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王宝贝你杀的啊？你无证据，你袂使有别人讲呢。我讲吼，你规日搞掠个警察局关起好无啦？人讲吼，迄鬼惊即落，恁警察叫做白啊。啊，搁有啦，即落，我，你能花地，啊，这花满吼，我再甲你转。好啦好啦，你欢喜就好啦。代志是安尼啦，迄暗暗时吼，我失个神经条，等厝外咯，要等抓狗啊，结果廖信同伊无来呢，尾我看金龟哦，欢欢喜喜在找宝贝啦，迄时我才知影，阮某伫我背后偷过影啦，因两个吼，感觉够有影嘞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安尼甲我起笑啊，我气到吼，甲金龟啊跑走，金龟走了吼，阮某安尼继续甲我起笑啦。你这乡巴查某，宝贝啊！当初是咱不是讲好势，你是介意你搬戏的尔，无？你即摆搁有讲有笑，别说敢若搬真感情的嘞！你把恁爸当作啥？要不你是起痟了？你把我的朋友赶走，迄人传出去哦，也准我继续落无安嘞！从今以后，哪有查某人敢来找我啦？三家鬼！哼！你，我，宝贝啊，我无才华哦，电视人是做啥物嘢啦？哪会带你这傲查某啊？我傲查某？你是外好翁啊，嫁到你这无出头翁吼，我这个嘛足见笑的。安尼啦，我看不如你离的啦。堪免讲吼，我要讨囝的时阵，我就改做你转来时间的。你愈讲愈超过啦！你干你要什么？你怕我？你是要怕我啦？你是要怕我啦？你干你要怕怕我啦？叫你莫讲，你是无听着是？你要甲阮五家面子写了了，你这个袂客袂俏的傲查某，你是要甲我面子写你个贱卖死？好，非得即摆听我面子啦，我走。你，啊！你个狗仔！你别走！你，我不可能让你走，等你，我对你遐尔好，你别走，等你，你给我气死！你对我安尼做，我气死你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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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，是啊，目睭金金，死人唔甘愿啊，一定啊找我报仇的，得变安怎？你死了后，我会想这第一纸给你啦，吼！
王宝贝的头到底是哪里？我提供铁龙秀了，还有一点点。可能是伫遮啦，遮，你是唔当骗我哦？啊，无啦，唔卖我拍啦，我想看卖下啦。应该是伫遮无唔对啦，这块砖啊是我做机会用的啦。哦，原来就是大姐遐哦。喂，恁遮的人啊，谁叫恁来啊？是你啊？不是我啦。是你张凤送的啦。伊讲吼，抓到凶手啊，爱大家来这斗热闹啦。哎、欸，啊恁这人只食饱用的，无代志做呢哈。你干好饼嘞啦，卖好个，我办。好啦。哎、欸，这谁家的啊？算唔知我恁班弟兄的时阵哦，有听三哥你讲，伊讲是你讲的啦。哇，大。刚刚像是你伫庙外口教的，吼、哦，迄拢是你伫迄个西龙的啦，点点啦，卡细声。我开始报备了吼，家己嘛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后来我想你迄个方法哦，感觉袂歹，我毋则将个头剁落来，带伫这个所在。靠妖嘞，诶，我有袂讲的呢。哦，还佫有恁这人相信哦。吹掉了，吹掉了！哎呦，有在你乖乖，你还有在呢？那大姐夫都当傻子，我还是受过伤了。哎，在，在我啦。你看嘛，这条头是你某的头啊？是啦，我某的头掉了，摸唔掉了。啊，你目睭起个也无看，就讲是。哎，我唔免看啦，一定是我某的头啦。哈？是啊。啊，你讲这条狗头是你某的头哦？那不是我冒头啦，啊，不是你冒头，不是啦。到底这摆什么情形啊？啊，你不是讲头戴在遮，啊，哪变别人？但是说无唔对咧，啊，不过那不是我冒头啊。啊，讲伊讲天上暗哦，我见唔到所在去，应该是袂咧。啊，敢我探唔到人去哈？啊！我宝贝人逃走倒去啦！拜托的，你即摆到底会搬倒一出啦？这，喂，来，各位乡亲啊，你看恁家吼也是厝边隔壁的人头无去啊吼，来啉一下吼，啊看吼要啥物娘娘倒去啦？啊！迄就生着因某啊！因某哪会死啊？那个是你弄的，奶奶啦！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吴才发指引警方挖掘宝贝的头颅，竟阴错阳差取出廖胜德妻子的头，但是宝贝的头却始终找不着。而吴才发罪证确凿被收押，但随之而来却是更令妈吉匪夷所思的事。啊！你是搁找我来要创啥？王宝贝头已经找到啦，你看嘛。啊，我有跟你讲过啊，我也无杀人啊啦。啊，凶手嘛已经找到啊，还是要搁看什么头啦？既然哦，你无杀人，啊，你看一下哪有啥要紧啊？吹到这个头啊！哎呦，我为人呐、啊，是谁叫你爱好想冲你打死啊？啊，我冲你的头挡住了！为人啊，你一定要跟我讲啊，我一定替你报仇的啦！哎呦，两个差大人呐！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啦，找出这个凶手出来啦！好啊，好，起来，别跟我白蒙起来，跟你也起来啦！哦，别白蒙啦！你别跟我装笑。
你其实哦，讲迄间要送恁某去车头，根本拢是共骗你啦。因为你敢无去的原因哦，是你甲恁某害死。我安尼讲对唔对啊？哎、无啦，我就错啦，我无想讲某害死啦。对了，一定是伊，一定是甲我想害死阮某的。阿姨啥？伊是阮某坑的啊！什么？你某也够坑的啊！啊，我的婚礼啊！啊，就迄天，我要去宝贝因家的时阵，我雄雄我发现，虽然伊伫外口有查甫人啊，啊，阮两个就冤家啊。阿姨嘛叫我讲哦，给伊一摆机会。阿姨嘛答应我讲，伊袂阁去找迄个假名。后来我就给恁抓来派出所啊，过来我就拢无记着慧莲啊。想袂到我记着伊的时阵，已经死啊，慧莲啊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你莫阁伤心啊啦。我阁问你哦，一个问题啦，你敢知影哦？人死以后，家己的头剁落来吼，戴在土内底，顶头阁放一个李先祖的石头，迄啥物意思啊？啊，大义讲，你伫咧八仙宫上任的时阵，伫遐甲大家讲的，啊，你阁甲我问？哎，可以，啊，报告出来未？报告出来。这两个长头的查某尸体死亡的时间真接近。邓慧莲是伫二三号下晡时三点外，按着王宝贝，伊是暗时十点外左右啊，去互刣死的。嗯，安尼我知影。辛苦你啊，你辛苦了。即使廖胜德痛心疾首的指控杀慧莲的凶手另有其人，但妈吉对他前后不一的说辞仍有所怀疑，再次将廖胜德关回拘留所，并对案件深入调查，但这起错综复杂的案子仍找不到关键人江阿成，妈吉只好再出高招。我今日找恁大家来吼，是要问恁一件代志，就是有关这无头甲无尸迄两个案件啦，希望恁大家吼会当配合调查。哎，是恁警察的代志，从做啥的啦？对无？但是讲，俺若无办代志哦，我是不给咯你。我们等下无用。等你。我拜托你了，无？谁让我大概宣布这款代志？你都拢安尼卖惨我，你把我当作是啥物人啊？你当是拿一罐罐面子唬我无？啊！我是爱甲你吐槽，我真正感觉你一步无效，无效哦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你看啥？嗯，放手。你给我听，你等下吼，就怎办啊？厉害啊！闭嘛！傻哥啊！哈哈哈！我问你。你敢啦！我讲起你，你先做好平生路啊！你有甲先讲？好啊啦！我可是先来耳孔用要操伊人去。哎，啊你拄只讲啥哈？哎，我想起来。我迄落六婆啊啦，财发啊啦，阿星啊，阿慧啊，阿兔啊，阿炮啊，五叔啊啦，啊，佮四叔嘛，因一家遐，啊，佮吼，阿中啊，因咧厝边头尾，啊，佮有，哦，阿爸佮一排落落长吼，嘛毋知要安怎讲呢吼。惊死人哦！你是好上头哟！我看你规日啊，你就将麦克风去宣传落啊啦！起身。我袂安尼，你有甲先讲？好啊，有听到。也毋刚才我有准备，啊无你喊你到底毋知臭伊人。我无遐尔长嘴讲，我袂受过你乱讲即落代志。啊，都甲有甲我行过去遐人讲过安尼尔。啊，你搁甲先行过去啊？无几个啦，啊都阿水啊、阿火啊、阿土啊、阿江啊、阿海啊、啊搁阿元啊、阿益啊、阿狗啊、阿鼠啊。啊，佫平安夜迄几个阿平哥安尼尔，无啊？我服你啊！我看咱遮吼是八卦村啊，根本都毋是桥头村。
知影，你唔通乌白讲话啊吼。我老皮话啊，跪落来。啊，对，险险袂记哩，啊，搁有性德啊，伊迄刚刚咧听到足有兴趣的，一直问一寡细节哩。那呢，你有甲江阿成讲无？阿成哦，啊伊也袂晓行棋啊，伊逐遍来庙吼，拢甲拜拜尔，毋捌甲我行过去，我都无可能甲伊讲遐啊。知影会安怎做啊吼？我知影。我爱跪到天光，无饭通食。喂，你是歹学袂讲嘞，我袂做迄种坏坏的代志啦，哈！行啊，来庙里啊。哦，哎，大。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的喇叭。你先走啊，歹势啦，我顶该讲遐话吼。是我有白讲的啦，啊！不过你也知影哦，所有的神内底哦，我对你上尊敬的啦。哎呦，我今日哦有小小的问题，想要来请示哦你先做啦。啊，就是我两个案件的凶手啊，我拢已经抓到啊。啊，过即摆就是无证据哦，会当办因两个啦。啊，希望你先做哦，会当给我一寡指示，因为我行到这来哦，实在唔知影要安怎啦，吼。拜托了，拜托了哈！哦，感谢你先，感谢你先走，感谢你先走哦，是我这妙计啦，我知影哪做啊，多谢你先走。大，大，你头讲什么妙计？你唔赶紧甲我讲者。这个妙计就是吼，秘密。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啦，林兰。哈哈哈！你叫我骗你啦！哎，来，是，把这尸体哦，提倒去困啦。好。来，我搁叫迄个老狗哦，免个臭头嘞。嗯。你竟然骗我！你头先讲的话吼，我拢有录音机录起。你上好是承认咯，甲代志的经过吼讲予我听啦。我是无法度忍受，为了你反背我啦。我有甲宝贝约好迄天的下晡，我忽然发现着慧莲哦，提着行李，鬼鬼祟祟哦，按厝的离开。我就一直甲对，对伊甲树篮来。我看伊安尼心神拢袂定咧，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，我愈看到愈气，几百岁哦，准备行起来。水宝，啊，你提这行李是要去倒啊？我无啦。你无？
啊！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要跟恁的客兄走啊？是啊，是阿贤啊！你根本就无爱我，你啥话帮我替伊走的？放你走，我跟你讲啦，你是我的佚佗物，就算讲我生性啦，我嘛无可能将你送人啦，听无？你变态！你变态！你变态啊！啊！快，走！你给我等！你给我等！我在找人，在想想。放手！放手！啊！你走啊！哎呀，你啊，出人命啊你！后来，我就听吼，马吉大人你所讲的迄镇压的鬼魂的方法哦，等于摕迄个沙场哦，把血在头壳剁落来，身躯甲带去树篮哦。正秘密的所在，啊，搁个头壳哦，摕去别个所在带啊！我想袂到，迄、那个镇压鬼魂的方法哦，一点仔效果都无啊！我答案哦，都梦到飞人的鬼魂哦，伊在甲我喊，讲要找我兄弟的头啦！我最后实在挡袂牢啊，只好搁去个树篮内哦，将伊的头壳甲挖出来，啊，甲伊的尸体哦带做火啊！啊！不过迄个时阵哦，因为天色拢遐尼啊暗啊，谁知影恁五仔发嘛抬迄宝贝啊，将伊带伫遐，竟然哦阴错阳差，互我找到宝贝头壳，代志就是安尼啦。你也知影，鸡卵壳肉吼嘛是有香啊，邪不胜正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，你哦就当法律制裁啦。廖盛德和吴才发都因为老婆有外遇而将他们杀害，并以相同手法与记号将头颅埋在同一个树林里，没想到冥冥之中竟让廖盛德挖错头颅，而吴才发指引错埋头颅地点，让警方挖出方慧莲的头，使得这两起冤案沉冤得雪。要卡车，要卡车，身体好。对，你做运动哦。哎呀，我横开眉靠近会忝吼。哎，老兄啊，你看，一安两破。我甲阮师傅阿东伯啊，谁较厉害？大，当然嘛是你比恁师傅阿东伯佫较厉害啊。那是当然的啦，老兄啊，你对我哦绝对无对啦。是是是是，你甲看卖，这个案件哦是两对这翁仔某是环境甲个性拢无同款所造成的悲剧啦。啊，你看伊下场哦，拢是这尔啊凄惨，所以人咧讲哦，世事哦真正是难料啦。是啊，这个世事难料。哎，大，今仔日是一个足特别的日子呢。什么日子啊？吼、哦，是伫我心目中一个大伟人的生日呢。伟人？啊，是啊，一个伟人就是你马吉大人啦。哈、哦，既然知影今仔是我马吉的生日，那也无什么哈、啊。这我有准备，我有准备。大，你甲白酒开开哦。嗯，袂当偷过。哦，袂当过，袂当过。礼物，礼物，礼物。好啦，白酒要开去啊。